提出的东西。对，光是外表或者是说，第一个你倒嘴不对的，十指不着地，不着地还得敲。哦，敲。主要就跟上，后三分之之日，哎，一年在后边的没有着地，要不这个得倒嘴他走。脚趾头不着地。对。你说对的，就是说，你看，感觉后背在靠墙是吧？在这靠着，这是拔起来这个背了。这个条件就是说，一定是在脚跟上。如果是抓地了，你就可以试一下。你抓一下地，你看看身体是稍微就往前倾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你要是在脚跟啊，那肯定就是靠到搞就感觉靠到墙上。胃力就跟他走的后脚跟呢。他没有。学过他没有练过美女的，他没练过，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样动作，他没练过。对，太极拳讲究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和。动之则分就是什么？一动要分阴阳。先说动体上的，往上碰为阳，往下顿为阴，这就是阴阳相济。一松都晓得，这是阴阳，阴阳都有了。往胸啊是阴。精神完善是一样，这有个阴阳相济。哎，这就是阴阳互济。你爷爷给讲的，完全都是讲的叫是整体。哎，整体。你看你刚才讲的，那都是叫局部，就以后这个思想就要转变到什么一动，什么是太极，咱们就理解成是个圆或者是个球。你说上面哪一块动？跟车轱辘一样，你说局部那一块动吗？不是，它一动肯定是整体。你看它这个轮子，它要这儿动一点，那这儿呢，它就得它分不开，它分不开啊，这才是太极。再一个，理解这个松筋，无非就是讲究一个松一个筋，松起能再起沉下去，你要下这儿。你起完要沉不下去，你必须得配合身体，和完内和，温和一送到大殿，大殿有所反应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